你们都怎么表现爱老婆的方式？昨天我带她去做顶级的 SPA， 啊，水当当，我都买最高级的香水让她香喷喷。这样子，啊，你呢？我爱她的方式是四月的时候替她缴纳车辆使用牌照税。缴纳牌照税管道很多元哦，还有行动装置 QR Code 缴纳，扫描缴款书上 QR Code 就能缴完，很智慧吧？智慧缴纳牌照税，建设地方好幸福。